这个绩效表，上面这一张权证，是055387凯基9U 的权证。那一般人对权证不是很了解，因为说权证其实它的获利在一个交易日中是有可能达到70-80%，甚至100多%。然后，我们来看这一张权证。我是在11月9号的时候买进去，然后在11月12号卖掉。那因为9号是礼拜五，那中间有经过2个假日，10号跟11号，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，12号把这张权证卖掉。那我一共是买了99张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股数有99,000股。然后卖掉2,000股，那买进的单价，买进的单价是0.83，那我卖掉是1.99，那这中间，产生的获利趴数就是报酬率就是139%，那因为我只有卖两千张，那我手中还有97张是没有卖掉的，那就可以代表就是说。这个一个交易日中，我其实这个报酬率就有高达139%。那这是代表就是说，其实你现在投资商品，你可以让你的获利，其实在短时间内是有一个很高的报酬率。如果说你做股票的话，要139%，可能要好几年才有机会到达这么高的获利。那所以说，以做权证来讲，要致富会比较快，那像我啊，小哥都是在1年内，资产达到千万，这就代表说，这权证是一个可以快速获利的一个工具。